这个是杂寒面啊，这是比喻杂寒。那主要是师经里面讲到，就是要菩萨要思想。那这里其实讲到什么问题，后面也有，就是说，那个佛法到底是要怎么修，一开始要怎么修。那后面有讲到信戒、信解行证这样的一个次第。那现在先来讲，就是说，阿含是根本圣点。那为什么会有菩萨道思想？那刚才大智慧论里面已经有讲，其实就是重点在利他。那阿含经导师有说到，阿含经基本上利他的思想是比较没那么多，但不是没有，是有的。这是从佛陀的这样的本身来看，所以他说这个是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那时代心性就是他后面会讲，他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好，那先来看，我们说阿含经其实也有，那真的要找，其实还可以找出很多经的。那这里主要他是跟摩诃难讲的，我告诉摩诃难。通常利他主要跟居士讲的比较多，他是跟摩诃难讲，我告诉摩诃难。那摩诃难是谁呢？佛法上的摩诃难有两个，一个是无比丘之一，但是这个是跟在家居士，这个另外一个无比丘之一里面有一个摩诃难，那是出家的。另外有一个是阿那律的哥哥，他是释迦族的，叫做佛的堂弟，不是堂哥，是堂弟，不知道摩大哥才不知道，反正他不是佛的堂哥，就是堂弟。他的弟弟是阿那律，他们两个兄弟本来是他要出家的，然后他跟阿那律讲，他们是大户长子，他们是国王的。就是他的父亲是甘露法王，就是佛陀有三个宗族，包括佛陀的父亲净化王的四个兄弟，净化王是老大，净化王白饭王、甘露饭王、无饭王。他是甘露饭王的儿子，摩诃难跟阿那律，这个是哥哥，这个是弟弟。本来他要出家，他跟阿那律讲，我要去佛陀出家。那么家里的财产，又有一个人留下来处理这些家产嘛，然后照顾父母嘛。那么你所有财产都给你那所有都给你，我要跟佛陀出家了。那你就好，因为他们有事业的嘛。公鸡要给他嘛，因为这样鸡要交给他，他的我不交给他。结果他还没出家，他先闯出家，他没办法，他不要留下来。那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常常去找我听我说。那佛跟他讲，就是那边说跟着我们要纠集，那么要从哪里开始？那他分享功德要自身的信心，只要从自己。信心就是对佛法理解，那怎么样分析信心？到后面导师刚刚那个句里面就是讲了很多概念的问题。那这些概念的问题，我们如果要真的来讲，就不用讲很多遍了。那么就是说，你要先对佛法理解，真正的信心来自己，相信佛陀。然后，那么另外分析信心的话，要能理解，这个就是正见，要正见。正思维，就是你要能理解，才能分信心嘛，不然你的叫做迷信，叫做盲信嘛。那你分信心之后，因为正见第一个，是先正见第一个是有善的，有恶业，有报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没有正见。那佛法在先讲这个，讲四种正见。那么这个你如果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对佛法后面的东西。真心邪念，因为他是以这个为根基，然后正见正事，后面就正理正业正念，就是你对佛法有信心，这个是佛法最基础，
那么你一定要经历的时候是三十九十二，那你要去一半的修善去恶，所以佛法第一个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要从这个开始，先要学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那么善的要有力做，恶的不要做，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有影响力啊。哎，很简单的、啊，就好像我们要吃东西，你教你的小孩一定也是第一个，这个东西可以吃，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要多吃，这个东西要少吃。他拿了，那小孩子拿的东西往前一塞，你看这个不行。小孩子管你，你要告诉他怎么为止。小孩子在海边游泳，告诉他你没有能力游泳，你不要去海边。哪里可以进去，哪里不能进去，哪里要做，哪里不能做，哪里可以，哪些可以进，哪些不能进。这个是你如果要为了他的安全，为了他的快乐，那么你要先让他明白这一点。佛法也是啊，佛法从这个开始，所以这个叫做自身性见性，自持性见性。那么你知道怎么应该做，怎么不应该做，你就一定会改变。大概以后你会不会懂？因为这个是最基础，这个是要先不能做，你做了不管怎么做了，你都会从这个得到痛苦。就好像，就算你是国王，你是王子，你是富翁，你是乞丐，你是平民，你只要吃了那个有毒的东西，都会中毒。跟你的身份、跟你的身高、跟你有钱没钱、地位没地位没关系，都一样会。一样啊。所以，我买这样，你不管你是出家在家，啊，你有信仰没信仰，你只要做了这个东西，你就会受到它的影响。好的就有好的影响，不好就有不好的影响。那么最基本你要做到是啊，去这样，所以你一定会持信念，所以正念念住了，后面一定有什么正念，一定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最基本的开始，然后之后自修一生。开始然后这个就是第二，就是诸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这样的。然后自往常是清净心流，但是如果是这样，你就是人天成人，还有你要清净啊，清净善行，清净善行。我们讲天成人，清净善行。善是在哪里？就是佛弟子皈依僧嘛，皈依三宝里面皈依僧，你要去寺院里面听听这一些佛弟子。那么听听善就是为了听人劝法，你要去听法，你就去那边热热闹闹啊，那没有意义。你去那边受两完之后，那就走也有功，但最重要的是要听法。你要了解佛法啊，你不能只修善，最重要听法。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叫做，我们都后来就变成诵经，诵经跟听法不一样，诵经跟听法不一样，听法是要思维，你要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你要修些什么。那诵经就是诵经那边从头到尾念一遍，念完了你也不知道你念了什么，那你就认为这个不一样，所以重点是要听法。那诵经原来是要观这个经义，就是后来大部分人只是诵经。就智能听法，听法之后你要诵，因为以前没有习惯，以前就是听着你要背起来，你要记起来，你要记起来，我要记下来，所以你要诵，一直在听，就是一直在听。那人诵，所以欢信诵，这个诵就是诵。那么受持最重要的，你理解的那些东西，都是一些有违法的莫忘道理。那么你要能够了解它的意义在多少，就刚才我们说的去意味，这个是去，这个是意义，要了解它的意义。那要入味，要能够要能够修行，你要去做，你就变成这个，我就是有魂，
那么父子在精神上了解，你如果不了解他的精神，你认知错了，或是你认知错了，那么就反效果，或是根本就不对。这个《大波涅槃经》里面有讲，《阿经》里面有讲，说有两种，有两种地藏佛陀的佛法的，一种是外道。外道起嗔恨心吗？你认为佛陀的究竟吗？不是道理啊！起嗔恨心回到佛陀，一种是佛弟子，这佛弟子怎么回到佛陀？赞叹佛陀啊，赞叹佛法，他不是在弘扬佛法吗？他是在弘扬佛法，但是他的佛法，法说非法，非法说法，佛法不是这个道理啊！他确认，他却说成这个道理。你说，这个简历讲一讲。或者你就要在台湾就可以靠多少时间里面运动就可以解决多少问题，佛法没有这样讲。那你这样就正确，你非法说法不是佛法就是坏道，你说成是佛法，那你把佛法说成是坏道，那这样这个就是违反佛法。那坏道违反佛法没有这么严重，真正对佛法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佛地诽谤佛法，他看起来是赞叹佛法，那实际上他赞叹的佛法不是佛法，那让人家误会他佛法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在我们说，哇，都感应都感应，又看到鬼来吃东西啊，又看到他得度了什么，然后动心他就超度了，动心就能够超度众生，这个不是佛法。可是大家都这样讲，这样赞叹，你后来就所有事都动心来解。意境万种，这个观佛门思想啊，那你看起来像赞叹佛法，你看起来像宣扬佛法，地上这样诽谤佛法，在伤害别人，那这个是比较严重。阿含经里面也这么说，大波涅槃经里面也反复强调这个道理。那这个确实就是你要能够理解。智能智能，然后怎么样？然后了解之后，你不够修，你还要去做见的。如果你没有，那你还不能得到。但是你说他讲的具足八体，这个是为人自知，就1到8。但是这个是修行的自知哦。等一下后面会讲到境界无界那边。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事情，不能令他。好，那若人具足六支，就9到16这边，就是在自力身先，就教人自作。所以后来大圣讲三个：自作、教他做、见作实行。就强调在这里。那啊，中文或是我们叫小圣，他基本上比较强调我自己的利益。说教人认得信心，你自己对佛法升起信心，你教别人得到这个信心。你自己怎么得信心？那他为什么不能得信心？你告诉他，让他也像你一样对佛法升起信心。那么教人做的信心，教人认得信心，你就是自作教他做。那么你自己要这样做。那如果能够具足，就是你不但自己得利益，还能够让别人得利益，你从佛法得利益，那么此则名为自利利他。如是不能，你看，刚才讲大圣小圣差别在这里了。阿含经本来就有，那么如是之人，坐在刹利众，坐在婆罗门众，坐在居士众，坐在沙门众。好，不管他到哪里。他能够利益那些东西，你看《维摩诘经》不就是用这个来说的吗？这《维摩诘》在居士中，居士中尊；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在刹利，刹利中尊。婆罗门最重要就是他自以为优越、傲慢，叫他怎么样处理傲慢。那刹利就常常在打仗，嗔恨心比较强，叫他怎么样处理嗔恨心。你看这个《维摩诘经》就是讲这个的，他基本上。宣扬的就是这种观念，这就是他的观念。那你看，大力、婆罗门、居士、沙门，一样，不管他在哪里，他就能够影响那里。他在哪一个地方，他就庄严那个地方的佛土。
他在哪一个洞中，他就成就那一边的众生。他就是这样啊，所以随所自住，能为此众，不管是君士众、刹利众、婆罗门众、沙门众，现在还有很多了。那这个也是所谓的普门品啊，所谓三十二应身啊，有时候现作婆罗门，有时候现作刹利，有时候现作什么，反正他要以什么身可以帮助这些人，他要以什么身要供出这种一样嘛。这个就是大圣思想，就是这个观念来的、啊。那你说他虽然文字不一定是佛陀时代的，但是他这种观念就是佛陀时代的，就是讲这样子。这是佛陀说的，唯此众做大道啊。啊，你看，大就大在这里。啊，就是你的灯，你看不见，就点了一盏灯，让自己知道要怎么走，不会撞到墙，不会掉到水沟里面。可是现在你的灯一直在灯照，它一切跟在你旁边的人，还是在你黑暗中的人都能够得到道理、啊、那就不一样啊。但是你要点大胆灯，就要有大胆灯的力量，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由日入光，除诸暗，当知是人，你看懂正为心有大圣，就大在这里啊。好，我们再来看。所以他这里讲，接下来我们看了这个，再看大师这里讲的啊，大小圣，你可以把它比对来看，你就知道。那他这主要在说明些什么？好，那导师这里的，他说，因为他说，他时代的事情不能充分表达自尊的真谛，我们叫做佛陀的本怀呀。所以大圣一直在回归佛陀的本怀，要充分表达自尊的真谛。大圣的境地而圣，随着时代，那么来的兴起，虽带来新的方便适应，更易方便住住信一。这里引用的是啊《法华经》的，佛陀时代大概在公元前500年，因为佛陀那个时代就是500年，大圣大概在公元前那经过，就是经过500年，所以刚刚讲佛灭后500年。那如果是废土的时代，在往前1500啊，特别是婆罗门的三种啊，婆罗门的三大干净，婆罗门之三，会头天地四万，那我常常觉得就是这三大干净后来变成佛教的，也是佛教的变成法会的三大干净，婆罗门之三就是出家人来诵经功德比较大。要把婆罗门像婆罗门跟神接通的，所以由婆罗门为你引导，为你诵经，你就能够得到神的加倍。那就像我们佛教很多人这样，就是比丘诵经比较有功德。所以我常常讲的就是难诵比难诵有功德。一般人的认为啊，就比较喜欢难诵，那老和尚比小和尚有功德，通常会这样，人多比人少有功德。所以这个神入法会，很多人一起诵经啊，什么禅，加起来的功夫都可以回向给你的祖先，都可以超出。这种其实是婆罗门思想，我们都是这样，婆罗门思想啊，所以要请求诵啊，要请出家人诵啊，诵起来不一样，一样的经，但是出家人诵起来功德就比较有，在家里诵没有功德，在寺院诵比较有功德，在家里诵就比较没功德，反正就是这样。这种是婆罗门智商的概念。
这个不是佛法的观念。那么吠陀天经，吠陀天经就是吠陀天经等着你吃。那么你等着你吃，你只要照着动啊，那么它就成功。那不轻浮多说，观陀天经你要念经把它念完，从头到尾念完啊，那么就功念够一家啊，念完就功，然后你就回家。你都不晓得功德在哪里，你就会这样想。啊，这个心其实是对头天的概念。你看，我们这个佛陀的观念跟佛教的观念呢，它根本不解，大家都看不到。一千万人，不同的问题，透过数字都理解。不管你是要真知真慧，还是消灾消难，透过法会都可以解决。要消业障的就拜他，要护国积灾的就送金光明经啊，送护国什么经啊，然后要增加智慧的就送金刚经，要消除心性的就送药师经，像这样要护法会就解决一切的病，那地藏法会就消除一切的业障那这个弥陀法会就让我们一切动作，一切的这个心在主动啊，跟地主反正你要是怎么样的需求，都有相对应的法会满足你的需求。一千万，你看，不就是这样吗？那不断强调这些法会的出身。送这本经的力量，这个咒的力量，告诉佛罗门，诽谤佛陀、妨碍佛教的，你不要认为你没有会。真正诽谤佛陀的，真正会伤害佛教的，就是这种法说非法，非法说法。那真正的佛法是什么？我刚才讲这样的。怎样去做？要从理解模样，正见，要从正见有念有办法。这样的念，这个叫因果，如是因如是果。比如说，财神法，你叫有一个财神法，修这个财神法，你就会有财。那你送这个咒可以招财。这个观念不是佛法。因为非因即因，非果即果。你真正要有福报，不是你念了一个福报咒你就有福报。你真正要消除灾难，不是你念了一个消灾咒你就有，你就可以消除灾难。我们早上念小咒，念了念咒。你如果真的回去把那个十小咒，我现在有一个人叫洪远这个，你把那个十小咒的功德，我们去看一下。每一条咒底下念这个咒，功德广泛神咒，你想天你前咒，每一个咒底下都有其他的功德。你把那个功德从头到尾看见，你会发现每一条咒温度是大，那你吃一条咒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功用，你吃那么多条咒什么？那就算了，那你要多宝藏，那么真的这样持咒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作用吗？那就持咒就好了，有的还可以解脱，还可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单单持咒就可以完成这件事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这个叫非法说法。那你送完了之后有感应了，不断强调这个咒的威德力多大多大，看起来在赞叹佛法，实际上在赞叹佛法，这很重要。但我们基本上就是学习佛法，应该要第一个要从正见入手。什么是佛法？到底要讲什么？那这个是佛陀跟摩难讲的首先建立信心，对佛法的信心要从正见中来。正见中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哪些善会成就善业，哪些恶会成就恶业。比如说，单单善不同的善还不一样哦。比如说，你要有福报。你要有福报，你要从定思想；你要庄严，你要从持戒相。一样啊，你不是说因为要你布施就可以成就一切的福报，没有三十二相不同的修行。
啊，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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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次讲话流利，口气清新啊，你要你那个口音要清，你要身体庄严，你那个声音要清，你不能说我修布施啊，我就怎么样都清楚了，我修持戒，我就怎么样的善法都清楚了。布施只有布施的善，持戒有持戒的善。你不杀生，你能得健康。倒闭，你不杀生，你放生，你只能你只能健康长寿，你不能富贵尊荣。富贵尊荣还不消布施，不偷盗。那么你不杀生，你也不能让家庭美满，家庭美满还要不结缘。那就是每一个业它有相对的果报，不是你修了这个业你就会得到一切果报，那咒语不就是这样吗？你念了这个咒你就得到一切，还可以消灾，还可以止难，还可以增福，还可以增贵，还可以有解脱。你布施都不能够得一切的善，那么你读这个咒，你真的去做这个咒口业，还不一定清净。那你都你就可以完成一切你想要的，这个不是佛教的说法，你好好想这个道理。那么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佛法这个地方迷失了，啊，不断宣扬啊，这个佛法不可思议，佛法不可思议，你不能用你的意志去希望分别，而不是他不能讲道理，他说不出个道理，不是啊。他是有道理的，有意有味啊，他是有道理，要有情绪啊。说到最后，佛法不是我们能知道的，我们只要照着做，照着念就可以了，功德就会带来啊。这个不是佛法，这个很重要，大家都在争取迷失人。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他讲，更以欲方便度减地狱啊，这个是这里在讲的是《法华经》的观念。开悟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天台宗在中国佛教里面算是非常教教理上算是非常比较多的啊，因为我们讲教理基本上啊教下，然后讲教下，那宗基本上就是信徒宗或者禅宗啊密宗这些。那教教底下基本上就是华严啊，显所宗华严，唯识法相宗，中观三论，你看讲三论，其实中国没有真正的中观宗，但是相信的就是三论三论宗。然后最重要的是天台宗，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为主。那么，所以天台的教理影响是比较多，发酵的说法。那《法华经》里面，他讲，他正正正正，舍利当当。他是在讲《法华经》的思想，在讲唯一大乘，不二无三，唯一大乘。到底三乘是这个就是。后来佛法传到中国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三乘究竟宗，一个是一乘究竟宗，唯一佛乘，唯一佛乘，一切众生皆离尘起，唯一佛乘，这个是究竟宗，还是方便宗，还是三乘究竟，还是一乘究竟，这个是方便还是究竟，是真实说还是方便说？天台宗啊，依法华经，他是讲唯一佛乘，他就是在讲只有佛乘，大家都能成佛，最后也都要成佛，没有不成佛，没有那种小乘，
小圣是方便，但暂时三百五十五来同条路，唯智就不是，唯智之师，唯一国政，大家都能成为这个方便，没有大家都能成为，有些人成为。这个是两种比较不同的说法。好，那后面稍微稍微稍微。他说：“何所异同当之？钝根小枝的。”同样大乘的也有三种说法，像解释密经那种就是唯识的所依的这个五种种有不能成佛，有一种是不能成佛，没有无漏种，他解说都不可啊。那没有大乘种是不能成佛，能够成佛的只有一个有大乘种，一个不定种，就是他有大乘，他同时有大乘跟小乘的种，懂事啊，我也是讲懂事。他如果遇到小乘，他就成阿罗汉；他如果遇到大乘的，叫他做大乘，他就成佛。所以为这种人方便说为佛成佛，为不净种子的人才说一切众生皆成佛。因为你告诉他能成佛，因为他就修大乘了，他就成佛。但是你如果跟那个没有大乘懂事的人讲，一切众生皆成佛，他也成不了。这个是唯识的，既然成佛，他就是修大乘，他也成不了。所以唯识的观念是，一切众生毕竟成佛，这是方便说。是对不定种性的方便说的，不是真理。那么法华经的观念就反过来，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都能成佛。那么讲。讲这个啊，先就解说就究竟了，阿罗汉就究竟了，超越真实就到圆满，究竟就在最上。那么这个是方便说，对于那一些比较走不了远路的人啊，就告诉他啊，你这样修就可以了。等到他真的走到三百里那个地方，告诉他还没到最后，要回脚向大。他那个时候已经走三百里了，他都走过三百里，后面两百里，哪里走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叫他回脚向大，所以这个叫做方便。说解脱道，这个是方便。所以这个是方便。那么现在这里的方便，正直的方便就是三圣里面的二三圣，包括声闻、缘觉、菩萨嘛。所以舍掉，告诉你，舍利弗，目前都是有解脱道的吗？现在告诉他，其实
时可以停止，你一直在菩萨大道上，你一直在菩萨道上。那般若经又不一样哦，啊，这个我们上次一下是大家，般若经又不一样。般若经是说，你一旦证阿罗汉，你就不可能。你一旦证阿罗汉，你就不可能。在还没证阿罗汉之前，你有可能。还没证阿罗汉之前，你有可能。你只要修大乘，你自信了吧？你只要修大乘，积极成佛的资粮，你就可以得。但是如果你一旦证入了声闻，证了阿罗汉，你就不可能再成佛。叫做骄牙败种，这个是多人这么说吧？就是还没成佛以前，你都有成佛的可能。那唯识的不是这样，唯识一开始就不可能成佛。只有不定种性的人，只有不定种性的人，有可能成佛，有可能成阿罗汉。那么有佛种性的人，他一定会成佛。那么没有大圣、没有种性的人，他不可能成佛。天佛家也没办法成佛。不定种性的人就不一定。那般若经所有的人都不一定。但是你一旦证入了阿罗汉，你就不可能成佛。那法华经的是所有人都会成佛，就算你证阿罗汉，回小向大，你还是成佛。好，那这个就是它这里面有三种不同，大家把它分清楚。其实大部分的人没有理解到这个，不过就是三种不同的观念。好，那这个是法华经的观念，它告诉谁？顺根小事，佛相骄慢，所以叫真善慢。他其实没有究竟，他也没有究竟。那么不能度是法，什么法？什么法华经的法？一切众生度性成，若人斩乱心，住于塔庙中，一称南无，愿成佛道。那些过去生啊，进了寺庙啊，那么还不是很虔诚专注的念啊，所以变成合格长。现在这些人都成佛了。他并不是说他因为这样随便念，他从那个地方开始动善根，那么点出解脱，是这样。所以他用这个来说，啊，你认为不可能成佛的，这些都成。那所以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那么，所以现在一切菩萨都正正方便大于单说正道。那导师，你问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是说，那么过去佛讲，在阿含经里面都讲解脱道，啊，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经是自利他的，比较提升菩萨道的，啊，但是比较少。那么为什么阿含经里面比较都是强调解脱道的？那当然，就是跟时代因缘有关系嘛。所以他说，这个不能充分表达自身真谛。那更以一方便注简第一义啊，这小便小正是方便说了。那现在大正的真经等智能正直的方便，但说无上道。好，那我们写的是这个《法华经》里面的啊，正直的方便，但说无上道，更以一方便注简第一还没有写。他是说，又诸大圣。
天人群生的，群生的，天天人的群生的，有道有道，不要是天的，不要是天的。身心之佛之手，那么所以啊，佛陀说法一开始对在家中都讲不知持戒身心，他只讲到信心，这连天乘。那对于那些想求解脱的，就都解脱到，就是这样。所以知道他们内心的希望，那么更一方面。助显第一，就是先让他们，先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所想要的，那就知道佛法，佛法能够如你所愿。那么你再进一步，你可以再进一步得到所想要的，所以助显第一。那么这一些方面都是未来会回响向上。你走了300米，我能够告诉你回响向上，那么你就能够真正理解到最后东西要成果。这个叫做助显，正方面助显。那华经里面讲的很多秘密，我们在讲这个意思。啊，比如说这个那个长者的儿子，啊，然后做了乞丐回来，为了让他知道啊，他其实是这个家里的继承人，但是他不敢承担了，他不敢承担，就像我们不敢承担说啊，我哪里可以做，我哪里做得了，我哪里可以成果啊，就像这样啊，所以就好吧，那你既然不敢承担，就派两个人啊，跟你一样的，然后他们破破烂烂啊，要饭，然后慢慢告诉你啊，你就来我们这里打工啊，洗碗啊，扫厕所啊，啊，给你比较好的，别人比较好的待遇，慢慢做了一阵子之后，啊，给你升工头，啊，待遇更好了，慢慢啊，越升越高，到最后告诉你，就是这个家的主人，类似像这样，那这个就是更一方面，助显第一，《法华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还是真的要理解，还是看《法华经》的故事，大概他很多故事都是讲这些。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只是这样，更一方面助显第一。好像是那种，好像是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些什么。不过我们现在所有就比较清楚。他说：“大圣的身心神是能证实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就是刚开始是方便说，后来就直接说，直接说啊，你就是现在我们就直接讲啊。老师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些话呢？因为《阿含经》里面主要都是两个嘛，一个是世界身心法，对在家里说。一个就是观正法，就是能够得解脱的，就是比较真实。那这些事情就是观正法，针对那个时代的那些人，沙门婆罗门的弟子就说，他们的需求是多啊。那现在大圣直接讲，就只要是菩萨道，正直舍方便，只要是在方便多了，直接说，真实说，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好，所以确有他独到的长处。这样讲呢，我们对这道我就比较知道他是在表达些什么。好，佛法的流行人间不能没有方便之力，一定要有方便，就是你要适应那个时代的人，那个地区的人，因为他有时空的因素。300年前跟300年后，500年前跟500年后不一样的。他说：“不能苛多求见而停滞于古代。这苛多求见，他是一个臣子，他是吕不韦秦朝的一个宰相，那么他在讲春秋战国时代，那不是后来这个统一的那个春秋战国时代。那么他这个。”讲治国，因为以前的治国所谓的交规调整，就是会以以前的规矩拿来定定法律啊，定定什么这样这样这样，那么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他说要治理一个国家要谁
作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要改变。像以前定的法律到现在都用不上了，那你要定新的法律啊，那有些法律要改变，就不能够跟以前一样。所以你要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你做不同的改变，就是不能够根据完整的。自己国家要这样，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楚国有一个人，那么因为以前的人根本就要配剑，然后他坐船，然后那个剑啊不小心掉到河里面了，他赶快拿一个刀子在船边刻个几刀，因为海边很深嘛，等到水边的时候，到水边啊，在河里面啊，掉到地上了，他赶快在掉下去的地方，在船上刻个记号，做个记号。那等到岸边了，他就下那个地方旁边去找剑，哪里找很找？这个叫刻多求剑啊，就是说，你掉下去的那个时候，剑是在那个船那个地方掉下去的，那么都是你已经经过。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来，天也改变了，地点也改变了，你再到那个坑的地方去找线，哪里找得到线？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不知变通，不知变通，他在讲这个道理。那一样，导师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佛陀那个时代，针对有一些沙门婆罗门的这样的身心所，他们内心的需求，告诉他们：你想升天，如果现在大家是学习的法不见，都是这些在家人学习的法，是吧？那么你就会看到佛陀教的都是世界升天之法。你应该看到佛陀教都是世界升天之法，那么解脱法很少，因为大家都学习的，所以解脱法很多，那世界升天比较少，再加重。所以基本上它是有特定对象、特定时空因缘。现在这些要是时代改变而改变，就像戒律一样的，有很多人持戒也是虚名，就是。举个例来讲，我当然讲说，比如说例子很多啦，比如说戒律里面有一条，不可以立大小便，我举例，就是大小便都不能站着，都不能站着。那女众当然就没问题，那男众小便也要蹲着吗？我们以前我在佛学院有一个同学，他要持戒，他坚持。就算小便他也要蹲着，所以他都要去那个蹲着那个地方小便。一般我们男众小便有小便池，站着小便就好啦。但是他因为他要持戒，所以他一定要蹲着。那这条戒律为什么是呢？所以持戒你要知道，他有特定的因缘。因为我们现在穿这种衣服，以前就是两块布而已，都是三块布，那只要穿两块布，下面是一个裙子，然后上面是一块布包。现在已经做成衣服，以前没有，以前就布包的而已。那布包的，它就是下面就是一个裙子，它没有内裤的，它就是这样穿。所以它比丘不能上树过人高，不能爬到树上，因为爬到树上下面就看得很清楚啦，就不好啊。那你要上厕所，上厕所你如果不蹲着，你就变成要撩起来，撩起来哪里能看，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不能立大便，大便当然不可能站，但是小便你如果要小便，你要整个拉起来，那就很难看了，就没有威仪不好看。所以你一定要蹲着，那布就盖着。其实那个时候是这样，那现在不是啦。因为当时没有厕所，上厕所都在哪里？都在野外。现在很多还是在野外。那树下他就是要了解，那不能看。那现在你都有那个小便斗，是专门的抢厕所。那你还要这个？我不能这个换气不行，我要去找那个蹲着厕所小便。那这个就是什么？车都有点啊。那这种观念，其实很多人现在很多持戒的还这样哦。很多，我举个例子，去结下也这样，因为佛法有一条戒叫做三一不离身。三一啊，五一七一九一。再讲完就好。五一七一九一不离身。那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都是长衫、短褂、中褂啦。那
还有另外三粒怎么办？平常没有穿啊，以前不是啊，以前三粒穿在身上而已啊，就是身上的，就是身上的衣服啊，裤子就是五粒啊。然后这个中褂就是这个唐装就是有印象的，穿在身上。那你如果淋身的就穿在家，要不然就没穿衣服，就这两种而已，穿外道的。这三种，穿外道的衣服，就是穿在家的衣服，就是没穿衣服。那这三种都不行。都不行。所以你三不能离开，不能离开这个身体。那后来就变成，因为我们又穿长衫。那个五一没有在穿，七一都是披着。上殿的时候穿，下殿就拿起来了。所以不一定怎么办？穿这个长衫之外，后面还要做个带子，绑个五一披一九一，然后带着，所以带在身边。这个其实就跟原来的戒律不符合。但是他并没有这么规定，所以他为了要持戒，他随时要把衣服绑在身上，然后带着走。那这样其实你说这样持戒吗？他佛法是这个戒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在以前这样规定嘛，2500年前这样规定的嘛。可是人家2500年前穿在身上的，那你那个无衣被人家庄严用的，上早晚课的时候穿着的。那后来就变成你要绑在身上，带着它，不可以移针。那这样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苛州求见。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不能苛州求见而停滞于古代。所以他讲啊，他说世尊时代的印度宗教主要是沙门婆罗门。主要是沙门婆罗门，所以像阿赖耶里面讲沙门婆罗门。那么沙门出家的，婆罗门是在家的，继续这样。那婆罗门主要求升天，沙门主要求解脱。当然也有一些的沙门不求解脱，因为他认为没有解脱，或是有解脱不是修来的，他有一些是无因无缘，但主要就是有求解脱跟求升天的，主要是这两大类。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底下啊，下次再来讲过年后了。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你普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